金角的摄影师吧。好，那你们沟通一下。那我帮你。好啊。要背的。那幸存你们等一下我们拍摄顺序。可以，你说上面的。有点像是你这边拉起，就是举起，应该说我想要你拉起这个行李箱的那个。那个可以剪掉。那可以剪掉就。然后勾起拉起来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会走一小段，然后最后的那个ending 点是在那边，然后回头看一下车站，有点像是你刚回到台中这样的感觉。那平常你是在搭火车还是搭飞机？火车。火车居多嘛？那样的话，我们在这边有点像是，你可以先这样坐着，然后拉起来，然后就直接走出去，这样子。